你们两个也赶紧过来，不要耽误时间了。医生，我不要打针。哦，不打不打，二狗不打，我也不打，不打不打。这是预防针，打了之后你们就不会轻易的感冒了。快，乖乖听话哦。啊，不要不要，你手的针管这么粗，那么长。就是，这一针下去，我们肯定会疼晕的。大头医生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这拿他也没办法呀。嗯，先不着急，不能引起他们的过激行为。哦，那怎么办呀？看我的。阿狗好汉，你们告诉大东医生，你们喜欢什么呀？我喜欢奥特曼卡牌。哦，我喜欢辣条。嗯，这个医生就是我们这个。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辣条，奥特曼卡牌。停，想要吗？想要，想要。看好了，我给你们发啊，你看着啊，辣青，辣条，哎，撕开，是不是？啊！我的屁股！打完了。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